哎呀，这不老吴的工作服吗？一次在野外的公主。哦，可以。哇，漂亮。好，手下来 ，OK， 好。谢谢。啊，还蛮甜的耶，这一对金鱼 CP 耶。好，坚持一下啊，马上完。嗯。哎呦，这有头盔不行啊。好。坑。给了他之后，已经可以跟他互动了。现在已经是热恋的恋人了。哇！哇！哦！疼了，疼了，疼！哦，疼！扯到。Oh my god！ 主导吗？还行。那手收哎。好热，好热，可以在这里沟通一下吗？我划算。没事，我先跟他沟通嘛。嗯。他指派任务后，他就会去完成任务，这不错。我其实是一直走在他后面，但是我们保持了一段距离。第一个场景就先这样，可以吧 ？OK。OK， 那你先。就开始了吗？哎，你过来跟我对个话，让我进入状态。OK。喂，我到了，你在哪？啊？什么到了？你忘记今天什么日子了吗？啊？今天是今天吗？看一下是不是我们要效果？我先去啊！漂亮漂亮，太棒了，好好看啊！这个他俩其实还挺搭的，我觉得。下一个是特写你生气了以后，先击击石头啥的。不会今天真的有人以为我不来了吧？你在干嘛？我要说什么？我忘了。你自己自由发挥嘛，不要记词儿啊。好烦呀！嗯，就再来一条嘛，反正自由发挥好吧。我们下次也自由发挥，不记了。来吧，来吧，开始。不过今天真的有人以为我不来了吧？啊！你怎么来了？好强！啊等等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今天给你做的爱心项链。浮夸演技，我们在一起吧。浮夸演技加一，好甜啊，好可爱啊！啊，好甜啊，好甜！代入了是吧？好可爱啊！你有点浮夸哎。哇、哦。告白，你们这是热恋吧？我不知道，假公济私啊，这是。不是你别还转，让他们演告白演成了高堂，可以吗？啊，好棒！这慢镜头很好啊。And I remember always wanting you so bad。
那三个三角恋来了。Go， 拍完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慧贤现在没什么选择了耶，只有吴师傅了。想吃可爱多。咱们录完，咱们去前面买，好吧？结束就去买。顺便给你买。还有你的椰子，还有你想吃的东西。OK。来吧，演员请就位。好，准备啊，三、二、一。心痛。那不就经常就是他自己本人的一个故事吗？对。杀青。这怎么感觉跟我生活，跟我这几天的感觉是一样的？闭嘴！无聊。吴文畅已经被证明了不是 X 恋人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他是真的喜欢慧贤。对，连演示都不能给他一次出去。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叫椰林大道。这一组不太妙哎，尴尬。走。你先上吧，外面太晒了。谢谢。这台车的演技都比他们两个好。好，再上一次车啊。好。好。啊。崴到了。嗯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上，哎，请。你不要怼上来。三二一 ，Go！ 打我一巴掌！我刚听到啪的声音是吧？你别看我，我看你不就害羞了？不要不要！怦然心动了吗？对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辛苦了。那我们回小屋。好。开始打扮。迫不及待想要回去见到我们的汪露。我们吃什么？你吃啥？我可以要两个吗？你两个是要给谁带一个吗？还要给吕山带一个。带回去就化掉了。没事，带两个吧。带回去的是心意，不是雪糕。我要盯着他看，他要把这给谁？是给我的吗？今晚我是不是会上汪律师的互通电台？今天给你一条。看在你这么认真的份上，我今晚服好。我在这儿坐，我坐这边。好，这个位置。那边再拿几个垫子嘛。你就拍，然后我就假装坐，然后我再跟你说一遍。嗯。三二一，走。哎，怎么还不过来帮忙？叫我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
然后是我要过来帮你，我走过去，然后你就这样这样压着，哦。来一条。早。不好意思，没事，很想笑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然后你得看着我。嗯。牵个手什么的 ，OK 吧？哦，他对好像不太有兴趣的男生就会非常的自然和主动。你意思他对乌兰还是有点害羞？对，他对在意的人比较放不开。这么近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就不会变斗鸡眼吗？就是会，我觉得那么近可能是斗鸡眼吧。是这样的，小雷猴子。